这抢救，我给冯大打电话，他已经往机场赶了。老伴儿，你听住啊，你给我挺住啊，老伴儿。奶奶，奶奶，我以后再也不惹祸了，我听话，我好好学习，我让着孙媛媛，我再也不和她吵架。 妈，儿子不孝，妈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吧！
就没有这么多操心的事儿，累心的事儿，在那儿好好歇着，等着我。 妈是不是你气走的？不是。欣欣说，妈是在楼梯上晕倒。我不知道，我在我们屋里呢，听见妈的喊声，我才出来的。什么喊声？就是妈不舒服的喊声。妈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去医院？国强。 我没想到那么严重，再说了我一去医院，闻到那味儿我就想吐。你去医院检查怎么不吐？那还不是因为我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没办法才这样的。要不是你没事找事儿，你作你闹，这家能成这样吗？儿子。 走吧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应该半死而终。